报时尚的人来了吗？来了，开始了，那就来了。海报时尚的报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李易峰。挺用心的，这是品牌非常用心帮我挑选一件绿色的西装。宝蓝色啊，宝蓝色。上次去拍了一个胶囊系列啊，然后作为一个手办扮演了六个七夕情人节不同款式的男友。你爱我，我们再也找不到借口，就像是第一次一起飞着爱情的自由。我爱你。每一个都不接近，因为没有一个盲盒是大明星，也没有，因为都不是我拍戏的时候的那种角色。因为每一个盲盒其实还更贴合，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看到的人。 T 恤吧，天这么热，就像我这一款情人节的 T 恤，尽量穿无痕的内裤，上面的。其实内搭其实就是看场合吧，如果不是特别的严肃的场合，我觉得用 T 恤就可以。然后当然像有一些颁奖礼啊，一些发布会啊，可能里边搭衬衫啊或者有领带，就会显得会更正式一些。黑色白色吧，还是豹纹。我知道，我肯定知道呀，你猜我还能在哪儿？剧组新浪体育，央视新闻，张阿信，我经纪人。我看他的每天在干嘛呀。我呀，不行不行，是因为不光是花了时间和汗水，还花了钱，然后没关系嘛，以后等我拍完了还可以再练嘛，就随便选一个，好，就先这个吧。哎呦，这个帅气三连拍，我其实特别不擅长，我不知道怎么什么叫帅气。一、二、三，好，下一个。把镜头当女友宠爱一下。起了，再睡会儿吧，我先去做早餐。是心动啊，糟糕，眼神躲不掉对你莫名的心跳。这个颜色的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用性感的声音念麻婆豆腐是我性感的声音。首先要锅中热油，炒熟肉末，渗出精汁，再备油，要把它炒香了。炒香了以后，再依次的加入水、花椒、辣椒粉。哇，煮7分钟，再加入肉末、豆腐，把豆腐放成一小块一小块，最后再倒入淀粉，咕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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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开汤汁儿，盛出来，撒上花椒末和葱花，香，真香。我会不会像神经病？分享一个毕生珍藏的冷笑话：小明走着走着，啪叽摔倒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踩到香蕉皮了。一句心灵鸡汤送粉丝：夏天到了，多吃老冰棍。模仿一个常用的 emoji， 常用流汗的那个，那是线。用新学到的网络用语造句：昨天巴萨输了一个8-2，爷青结。如果爱情可以交换，我跟这个女孩交换戒指。
在这里祝海豹时尚的所有的豹友们七夕节快乐啊、希望你们长长久久天天开心。